求主赐福这一对新人，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看重的，也让我们众人更深切地体认到主里面联婚的美好。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宝血遮盖我们今天的聚会，必赐福今天早上这一场婚礼所要进行的每一个环节。愿主你自己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一切荣耀都归于自己的圣名。感谢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何能赞夫妇为我们读经？He brought them to the man to see what he could name them. And whatever the man called each living creature, that was his name. 耶和华神用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种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And that's why a man leaves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is united to the wife, and he became one flesh.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Adam and his wife were both naked, and they feel no shame. 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愿神赐福听他话语又遵行的人。现在我们恭请黄景光牧师为我们分享一段的信息。那黄景光牧师呢，就是我们洪恩的姑丈，也是 NDCF 的前主席。好，来，让我们再一次的恭请黄景光牧师为我们勉励。黄景光牧师，洪恩和彩玲，恭喜你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和一个神的祝福。神很久以前就看到了亚当一个人自己还是不是最完美最完全的， and God saw Eve in today's version saw 洪恩 is not good enough for 洪恩 to eat dinner alone. Adam to eat dinner alone. God said I want to createA partner for Adam. Today, he wanted to create a partner for Hongren. 所以他说，他自己一个人缺少一个伴侣，所以上帝就决定呢，不要我们自己一个人吃晚餐哦。虽然他的爸爸在，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看到亚当单独的在享受这个人生还是不足，所以就制造了夏娃来帮助他，所以彩铃就出现了在你的生命里面。Therefore, 彩铃 appeared before Daniel. That was God's intention.That was God's purpose for marriage. But we are responsible to maintain that beautiful union of God. 虽然这是神所定的旨意，还有神给你一个很美满的一个将来。First, I want to say that both are not created by God.It has a spiritual and unit and functional unity. 意思是说，你们两个人有同样的性质，导致成为一体。所以男和女的婚姻里面会完全的合一。所以如果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夫妻姐妹、夫妻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服侍。不可以说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那不是神的旨意。洪恩弟兄，你是否愿意娶彩玲姐妹为你合法的妻子？是的，我愿意。彩玲姐妹，你是否愿意嫁洪恩弟兄为你合法的丈夫？是的，我愿意。
跟着我一起宣誓这个盟约。我请你彩礼，请你彩礼，为我和法的妻子，为我和法的妻子，我答应爱你，我答应爱你，尊重尊重与主的爱，与主的爱，作为作为我爱你的伴，我爱你的榜样，我答应，我答应与你一起，与你一起组织家庭，组织家庭，供给你，供给你物质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并带给你。并带给你温情、温情、欢乐、欢乐和体谅、和体谅，做你的伴侣，做你的伴侣，作为支持你的力量，作为支持你的力量，并尽上，并尽上，做好丈夫的责任，做好丈夫的责任。我答应，我答应，尽力去，尽力去实践，实践我所应允的，我所应允的，不论环境，不论环境顺利，顺利。或刚强，或刚强；或软弱，或软弱；或贫穷，或贫穷；或富足，或富足；都遵照，都遵照上帝，上帝神圣的旨意，神圣的旨意与你，与你相约相爱，相约相爱，终身不渝，终身不渝。很好。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神。Amen。蒙恩彩铃，因为你们两位已经在上帝和人的面前立下盟约，现在我本着耶稣基督给的权柄，依照父神的定力和国家的法律，在各位亲友面前宣布你们两位成为夫妇。Thank you.
躬，再鞠躬，谢谢，再鞠躬，无尽的感恩。Thank you for today that Daniel and Chai Ling come together to me as one in you. And your carries grace overwhelming their marriage. 在他们的婚姻里面满溢出来。Their marriage will be 他们的婚姻 a great blessing to their family. 会成为他们的家庭极大的祝福。Amen. Last and not least, 最后 in Jesus' name, 奉主的名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多结果子。Amen. In Jesus' name, we pray. 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And God's people say, Amen. Amen.